引擎线故障了，轮轴烧掉了，那二是那个反应被夹死，就两种原因了。轮轴里面的铁珠烧掉，那一个是来令片但是夹死，对，这样就两种的。哦，对对，还好还好没有在高速公路上翻车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没有，就轮胎就慢慢飞出来了啊，我在赶快靠边了。哦，你还看得到哦？有啊，从后视镜看到轮胎飞出来。对对啊，开外线慢慢开而已。没有开很快啊。看那时候时速多少？大概七八十吧。七八十哦，那不就还好？你看到了，要不然轮胎一直飞，一直飞。好了，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没有，他说要把那个轮胎劝一下，他要换装一下。换轮胎哦，轮胎要换过来这边。要劝你啊，才不会这样让他正嘛齁，然后你再开走这样。没有，他要拖下去交流道。哦，去修理的。对对对对。